我正经有乌毛的一挂代志，那是因为我抱希望你对我有歹印象。王慧，我这么相信你，真正是青鸟子敢报的。我不是歹打家，我只是希望全家平安和乐。虽然我无迄个福气，会当叫你一声阿母，啊，不过真正都感谢你，让我想起。 有阿母疼惜的感觉。台视60周年大戏《美丽人生》。